《雷神四》中的那些搞笑名场面，由金世隐的宙斯决定走近观看，可能有点遭不住。又给索尔穿上了衣服，可这让后面的妃子们失去了快乐。如果让他们看到绿巨人的昆巴。 斧子只是烧了索尔的斗篷，可斧子越想越气。等索尔再召唤时，他直接把刀口对着他的脑袋。然而这些索尔完全没当回事。当他看到独自一腿的时候，就再次忍不住上去勾搭，和前聊着聊着就直接上手了。Just check. 就知道你忘不了那个小贱货。索尔赶紧端着啤酒出去安抚大宝贝。心虚的索尔给他来了一杯啤酒。 而斧子也早已看透了索尔的本性，没有喵喵锤的时候，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老情人回来了，就直接把斧子丢给女孩用。索尔重新定义最小的损失。What a classic forward venture！ 还有你从未见过的肉装海拉，雷神三如果是这个海拉，可能已经赢了，也就没有灭霸啥事了。